大腸癌是本港常見的癌症，每年有超過4400宗新個案，接近2000宗死亡個案。最新的數字更加顯示，大腸癌的死亡率只是僅次於肺癌，是本港第二號癌症殺手。71歲的陳先生平時不煙不酒，8年前照大腸鏡的時候腸道健康，但3年前再做檢查，發現有4粒息肉，其中2粒更加有可能惡化至癌症。我冇任何症狀都冇，我又平常心喎，我覺得冇事喎，我認為或者年紀大咗啦咁樣，咁有好多嘢都係即係身體應該就唔似18、20嗰陣時咁症狀啦，係嘛？大腸係消化系統嘅最後部分，分為結腸同埋直腸。大腸主要功能是將食物渣滓的水分吸收，再形成糞便排出體外。而直腸是大腸連接肛門的最後一段，有暫時儲存糞便的功能。大腸經過長年累月的使用，部分腸壁細胞可能會不受控制地生長，形成大腸息肉。息肉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增生性息肉，一種是腺瘤。增生性息肉属于良性，不会演变为癌症，但腺瘤一般5至10年就可能恶化至大肠癌。如果息肉较大，有1厘米或者以上，恶化速度会更加快，可能3年左右就恶化成癌症。当中有很多因素是影响到那个速度的，譬如我们刚才讲的一些风险因素，如果是有肥胖啊、糖尿啊，或者本身是男性食煙等等多種的風險因素都加埋喺裏邊嘅時候咧，呢一啲嘅良性息肉咧變成惡性腫瘤嗰個時間咧就可能會比較短啲啦。除咗食煙人士同埋男士風險比較高，如果年紀大超過50歲，有大腸癌家族史、肥胖、糖尿病又經常食紅肉，都會增加患病風險。但由於大腸癌的早期症狀並不明顯，很多病人發現的時候已經太遲。當大腸癌出現症狀的時候，一般那個腸的瘤已經是大到某一個程度的了。我們講的一些症狀包括了大便裏面有血，除此之外，如果那個腫瘤是大到一個情況是阻塞了大腸的話，甚至會出現腸塞的情況，病人會肚脹、沒有大便，而且會有嘔吐的情況。要及早發現問題，最重要做定期檢查。而家檢查大腸有幾種常見同埋暫新嘅方法，包括係大便引血測試、大腸膠囊內視鏡檢查同埋大腸鏡檢查。3種檢查方法準確度都唔同，適合唔同嘅病人。大便引血測試最簡單，病人只需要用試管沾上大便，再拎去化驗，睇下大便入面有冇血就可以。漏開嗰個蓋啦，咁就有一個螺絲位喺最低嘅，咁喺嗰度篤自己嘅大便樣本，大約係5至6下左右，跟住放翻入去嗰個樽入邊咧，跟住交翻嚟我哋嘅化驗所就可以嘅啦。呢部儀器一次可以分析10個大便樣本，化驗人員會先將樣本放入呢個架，再放藥水，將樣本放入儀器。就可以測試大便中的血紅素濃度，等大約10分鐘就有結果。一旦化驗數值是100或者以上，就代表結果是陽性。醫生話大便引血測試的成本較低，冇入侵性，適合一些低風險人士，但準確度相比之下較低，大約80%。未必每一個腫瘤都會流血嘅，咁所以就未必能夠測試所有的大腸癌的患者啦，佢係驗到大腸裏邊嘅出血的情況啦。但係咧，大腸裏邊引致出血的病其實有很多種嘅，最常見咧就係痔瘡啊，或者其他肛門的疾患啦。至於大腸膠囊內視鏡檢查，入侵性較照大腸鏡低，準確度超過90%，適合一啲風險較高但唔適合做大腸鏡的病人。如果那個病人本身是有很多大腸的氣塞的病，即是譬如是年紀大了那個腸有一個泡仔的話，那這些病人照大腸鏡可能有少少風險的。又或者某些病人他本身是有腸敏感的問題，以致做一些侵入性的檢查他會覺得很不舒服很痛的，那所以這類病人我們就會考慮用一個膠囊大腸鏡了。
做大肠胶囊内视镜检查，病人只需要将一粒药丸咁大、两端设有镜头嘅胶囊吞落肚，贴上感应器，再带上数据传送装置就可以。病人将八个感应器贴上身，大约六至八个钟头，胶囊就会自然排出体外。医护人员可以透过数据器检视大肠内壁嘅影像。病人做检查之前要饮三至四公升药水，洗干净大肠，但无需麻醉。一旦发现肠道有异常，就要再照大肠镜。病人在做胶囊内视镜之前，首先要将这些感应器贴上身体不同的位置，然后再戴上这部数据器。病人在做的时候都可以自由活动，但就不要做一些剧烈的动作了。但如果病人的肠道较窄，就不适合做这个检查。一旦大肠胶囊内视镜检查或者大便引血测试结果是阳性，病人就要再进行准确度最高、入侵性亦都较高的大肠镜检查。大肠镜的检查是作为一个黄金标准，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没有一种的技术可以准确度能够高过大肠镜检查。我们讲大肠镜检查的准确度是大约 99%。但是如果我们讲普遍的人士，譬如五十零岁又没什么家族史的，他本身也没什么风险因素的时候，如果我们所有的病人都走去做大肠镜检查，我们的医疗制度是应付不到的。一阵间我们会做一个肛门检查。病人照大肠镜之前要饮药水清洗大肠，医生会为他注射镇静剂，减轻过程中的不适。照大肠镜，病人有可能会出现感染、出血或者穿孔的情况，但风险非常低，只有1%。一切准备好，医生会将直径大约1.3厘米的大肠镜放入肛门，手握控制器检查大肠。清咗啲泡之后咧，见到有啲细息肉喎。大肠镜会先入直肠，经乙状结肠、肛结肠、横结肠、升结肠去到盲肠。医生在病人的肠道抽取活组织化验，又在直肠找到四粒息肉。由于息肉体积较小，医生可以即时帮他钳走。好，我们打开。好， hold 住。好，慢慢伸。好，伸了的， OK 的了。那我会慢慢吞出来。蓝色就系唔该。医护人员将息肉放入个樽，之后攞去化验，睇下息肉系良性定系恶性。呢个病人四粒息肉都属于良性，但系如果恶化至大肠癌，好似呢一个咁，就要开刀做手术，将部分大肠切除。陈先生照大肠镜的时候，已经即时将四粒息肉切除。他现在更加注重饮食习惯。咦，系我可能我过去嗰六七年咧，照顾个肠道都唔系话十分好喎，系嘛？咁啊，以后照顾佢好啲啦，亦多啲蔬菜啦，